哇，来，我们今天请到三位网红啊，真的，我们也透过他们哈，我们来了解现在年轻人的世界是什么，变得哦，我们来这个问一下，一基老师，这你们工作接触很多的网友，那这些网友不用面对面，嗯，然后但是是在网路上，所以他们就会直接的问问题，你们有碰过什么记忆很深刻的？很特别的问题吗？因为我的粉丝大概70%都是男生，那你想象你可能是会觉得哦，可能是问一些比较那种害羞、比较个人问题，结果他没有，他是一个单亲爸爸。单亲爸爸。对，然后他跑来问我，他说他女儿跟他的表哥发生不伦关系，对，而且是已经发生了。这个单亲爸爸在网路上问你，对，女儿跟女儿的表哥。对，已经发生关系。对，而且持续不断的在发生关系。那他就跑来问我说：“哎，一菊老师，你能不能拍影片来导正我的女儿不要跟她的表哥发生关系？”我心里想说：“哎，怎么想都不对啊，怎么会是找我呢？你应该找老师，你应该找其他什么社会局等等，应该是其他的可以直接性接触到你女儿的，而且应该你要跟她好好沟通吧。”所以我当下其实有点尴尬，然后后来因为毕竟我之前是当老师的，所以其实我对于这种跟家长沟通我还是有一点点的经验，然后就跟他聊啊跟他聊，然后我就发现，哎，其实这个爸爸他个人也蛮强势，他就是跟女儿讲说啊，如果你再不跟他分手的话，我就直接把你送到美国怎么样呢，就是他讲了用各式各样的方法，然后想要让女儿就是停止，可是就是没有办法。对，但碍于我觉得这个主题也不是那么适合拿出来去讲哦，对，所以我后来就默默的委婉的拒绝他，然后他就很生气，他就说不对啊，你是公众人物，你拍那些影片，你就是一直讲说你要性知识让大家就是什么往正确的路走，结果你怎么不拍呢？但是我觉得这种东西有点有苦难言啦，因为毕竟这是取决于一个人未来的方向，然后我觉得这也不是透过我就能改变的事情，所以我就拒绝了。所以你的影片内容很多元，你曾经做过一集是陪朋友去做性病电烧治疗的影片，对，你陪朋友去做治疗，对对对，那哇。其实这样讲，我觉得在我大学的时候开始，可能我散发的气息是比较让大家愿意跟我倾诉，所以我陪别人去堕胎过，然后电烧，然后连男生都有，就是这种，就是你很难想象，男生也找你陪他去电烧，对，男闺蜜，嗯，对，然后这种遇到的事情，我觉得蛮少人会去分享的，那不可能只有他们发生啊，所以我当时就分享了一集，就是讲说，哎，那个女生如果你要去电烧治疗啊，你要怎么做？那我经历的流程是怎么样？那大概流程手续，然后包括价格，我都有去分享这样。那当时就超多人就是来私讯我，后来我发现，因为我拍的那一集，好多女生都跑来问我说，请我陪她去进行这样的手术治疗，因为他们是未成年。那不可能让家人知道啊，那我就很尴尬，我就说，哎，可是这种东西你需要有手术同意书，我不是你的法定代理人，我怎么可能去帮你签？可以了解他们的不安，对不对？他们的不安跟需求，但是真的没办法哦。对对对，就是我觉得我有点，我以为我的男粉丝会求救于我而已，就没想到更多的女生不敢跟身边的人去倾诉，包括他们可能怀孕了不知道该怎么办，也是来问我怎么办？那堕胎的话可以怎么处理等等的，就这是床事闺蜜。你是电烧天后吗？电烧天后，电烧天后，保证不是业配的，找哪一家哪一个医师这样。来，那米萨小姐呢？你有碰过什么特殊的吗？跟网友的交流？有一次我有一个男生，他就是经济条件各式家世背景都很好，所以他就在家人的劝说之下，就是买了一个房子啊，三房两厅，但是兴冲冲的哦。几岁？几岁？大概30出头岁，其实还蛮年轻的。哇！但隔了一阵子，他就来问我说，他在考虑要不要卖掉。他房子都还在盖，他根本没有住进去，也是全新。买个预售屋。对，他在考虑要不要卖掉。他也没有资金上面的需求或是压力，也没有压力，没有压力。他就是来问我说，他要不要卖这个房子？其实我们听到说，哎，要不要卖房子？你以为是要用流年或者是塔罗去看他要不要卖房子吗？不是，他真正的心理需求是，他不知道他想要怎么样的感情生活。所以他不需要那一间房子，因为对他来说，其实他更想要的是一个人，就是比如说环游世界，
我不需要用到这个房子，但是他的家人以及这个社会对于成功的标准比较像是说，你有个温馨的家庭，有个漂亮的老婆，有个小孩，稳定的工作，就住在那里，是父母帮他设定好的。他其实如果没有去拆解的话，他自己可能也不晓得他其实并没有那么想。哦，对，就有一点说，我在一个人生阶段，我好像在追逐一个成功的答案，我有这个能力，所以我做了这件事情，但未必是我真的合适或者我真的想追求的。然后另外说，我们算命的时候，大概很多命理师都会碰到，对，有一位女生，她总是遇到渣男，嗯，那这时候她就问你了，对，她为什么老是遇到渣男，就是他变成烂货吸铁石，哪一个男的烂的就被他吸引过来。对，那其实我们也是一样，从他的命理结构下去了解的话，就会发现其实最适合他的人就是渣男。为什么？因为这个女生呢，她其实她不觉得有怎么说呢？她不觉得人这种东西是可以相信的，她也不想要拥有一段感情，她也不想要照顾别人，她甚至不想要有一段稳定的生活。这每一段感情，她需求的是什么？她不需要感情，但是她需要去疗愈童年的创伤。她其实真正的核心是在童年受过创伤，而她不觉得她需要一段感情，但是她需要人陪。所以来来去去，来来去去都是渣男。其实那个也是因为他的需求所召唤来的，跟他共鸣起来的最适合他的方式就是这样子的人。哇哦，那你直接讲到他的潜意识里面，他的深层的自我，那这时候他该如何面对？他完全理解。他有转变吗？就是当你理解到这个模式的时候，你就可以决定要不要继续保留，还是我要离开了。就是先从理解自己的状态开始，你就可以做选择。OK， 来，然后另外讲到玄学的部分，刚简少年老师讲的这个，我们觉得非常震惊，说你个人也渐渐的体质也变得比较敏感，说常常在諮商的时候可以感受到对方的频率。对对对，就是因为我在諮询的时候呢，我跟对方的频率是一起的，所以我可以感觉到比如说他的心情或是他身体一些状况，因为那个都不是我平常的身体状况，嗯，所以如果他也没有跟我说，比如说我就问他说你是不是心律不整，他就会回说，嗯，你怎么知道，或者说你是不是会耳鸣，他也会觉得说对，这个困扰我很久，因为在我跟他同一个频率的时候，他的身体状况会发生在我身上。是哦，但是怎么说呢，当我结束了就回到我的频率，他回到他的频率的时候，其实这件事情就结束。我自己觉得我比较幸运的一点就是说，我的心理状况，我的身体状况我足以承受，不会对我产生影响，所以我觉得这个也算是一种老天给的资源啦，我觉得还 OK。是是是，对，我就是理解他们，也让他们觉得有被理解跟支持的感觉，我觉得还行。是哇，来，我们这边问一下简少年老师，说你碰过一个很特别的客人，是他脖子歪掉，说不能动，然后你从紫微命盘一看，发现女客人的爷爷阴宅出问题，我靠！对，主要是我觉得其实从因为网络上的看的人很多，那种接触比较浅，但最后他能找到你来算，其实我觉得都会有一些缘分在，就有心啦。对，然后这个缘分也很特别，就是那个女生原本是我的粉丝，然后后来有一天她找我算时间点之后，她还没到她的时间，可是她忽然跟我讲，她才20出头岁哦，她头转不过来，她每天只能这样，就她一用力才会回来，她放松就这样。那你想20几岁的女生漂漂亮亮的，嗯，但头这样子只能这样子的时候，她其实你说扭到啊什么睡一觉什么就好了，对，但她不知道是每天都这样，嗯，然后他们家人就她妈妈非常崩溃，就觉得如果她到底是造了什么孽，怎么女儿会这个样子，嗯，然后呢后来她就来找我的时候，我就从紫微斗数的命盘你去看，我觉得这事情搞不好跟她的阿公比较有关，就跟她爸爸的爸爸可能有关，嗯，然后因为我很做很多研究是关于紫微斗数怎么看祖先这些事情，我让她去城隍庙处理一趟，嗯，然后这也很玄啊，他到城隍庙去的时候，哦，那个庙公就跟他讲说，哦，你这个应该跟祖先有关，你去把祖先的那个时间就出生年月日要调出来，然后他就去那个户政事务所可以调嘛，调那种除籍人口的生辰八字，就一调才知道，哦，大家因为他其实有个弟弟是男生，一般这种事情都以为是长子会比较容易被影响，对，要扛祖先的事情，对，没想到竟然是他，原因是因为他跟他阿公在农历生日是同一天，然后他阿公其实有一个遗愿没有完成，嗯，然后后来就在城隍庙帮他处理之后，哇，他就好，城隍爷做主之后他就好转了很多，现在好转之后90%几，
哦，哇哦，对，这个是第一个我觉得比较神奇。那第二个案例是让我非常痛苦的案例，就我有史以来算命最痛苦的一次就是这个案例，也是这个也很玄，是我的一个粉丝，他很喜欢我之后带他朋友来找我算命，嗯，然后来找我算命的时候呢，因为那个女生是第一次算命，漂漂亮亮，二十几岁，很年轻，嗯，然后呢，我就看了她的命盘的时候呢，我就说，哎，你男朋友会打你吗？然后他就说不会，我男朋友人超好，就是非常的友善。可是我看他那个夫妻宫跟我们以前学的时候就很像那个家暴的格局啊，就出大事。然后对，我就觉得这个是很有高概率他会就是被家暴的状态，嗯，所以我就跟他朋友讲说，就是你看好他，如果联络不到一定要想把他联络到。就六个月后呢，我的这个粉丝就敲我，他有加我这个好友，他就敲我说，老师你还记得那个人吗？我说怎么了？他就跟我讲说，那个她被她男朋友打死了，对，被男朋友打死了，打死，对，然后抛尸在山上，然后我就非常非常难过，我非常自责，说如果我当下直接跟她讲，是不是能改变这件事？可是我也没有那么确定她到底会不会讲了。你有上一个经验，有一些因果，你动不了，对，所以我其实那个过程我是非常痛苦的，而且那个时间点让我重新反思人是什么状态，因为。他就跟我讲哦，他说那个女生一直都不相信我，觉得我算得不准，因为她男朋友人真的很好。第二件事是我说她爸爸在接下来十年会因为她非常痛苦，他说他绝对都不准，就没想到后来就是过世之后，他爸爸完全没有办法接受这件事，就是女儿年纪二几岁很漂亮就走了。然后我就开始反思说，这个命这件事哦，就是人走了是命还是继续在走，你家人还是继续在转。然后我们就在反思这件事，这是我让我印象很深刻，也是我很痛苦，一直很忧郁了很大一段时间的一个经验。年轻人，你在迷惘吗？听我一句话，少奋斗30年，让老师帮你指点迷津，从躺平族变成人生胜利组，跟着星象趋吉避凶，让我为你面对面算命。年轻的朋友，想让命运好好玩的大师帮你算命吗？详情请上脸书官方粉丝团。